然后，对，耶，超收，全中，猛，真的假的？全中吗？全中啊！那我继续支援你。哎、欸，我还换错，真的假的？我换个更好的给你。等等等等，这个烂的。为什么突然？对，很重哎，灵感。不是，这牌是刚好哎、欸，好，又全中。那你怎么没讲话？没有啊，没办法讲牌，还起手牌烂烂的。废物。二手。起手牌烂烂的。我拿大补丸给你吃，你居然没办法，哈哈，居然补不起来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那秘籍。哦。一饼。把牌片全中，应该会过我吧，阿米。哈哈哈有够你，我帮你哎。可是这个我、那個，你干嘛喊过水抓周呢？可是那个我这个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小了、啊，我是信你会过我才中的。你刚开始叫我喊，我说、啊、好了，我喊啦，好烦恼喊啦，本不想喊的，因为。超多，六饼过了，哎呦六饼，高哎呦，一支枪牌都没有，然后给小美，四华给他第八饼，一台四华一台，我的浩哥是吗？一台啊、哦，一台，那我要给你六台吗？一台加点二，六台啊，十七点。而且裴晨问说，计策跟碰碰五到底会不会分开算呢、啊？这样计策是几台？计策跟碰碰五呢是不冲突的牌型，所以他们是可以叠加的。计策通常是16台，那加上碰碰五四台之后，再看里面你有什么牌型。通常呢一定会跟一个小三元，或是大三元，或小四喜，或大四喜。那再加上，例如说什么暗刻啊，什么花啊，有没有毒厅啊，庄家台啊，这加上去以后，计策基本上是一个超级难胡到的超级大牌，所以。你就叠上去吧，这个应该一辈子看不到几次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次的疑难排解公司加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，拜拜。